的擦车的那不遥远了，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，划了道的就算给你拜年了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大哥大，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，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？这边挎着我媳妇儿，这边拿个大哥大，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。但是这事儿呢，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，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，一会儿我挣回来。哎，再见了，王老板，放心，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，谢谢了，王老板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谢他干啥呀？在咱这擦一年车了，还没给钱呢。钱算个什么东西？这玩意儿是啥？见过没？哎呀，大哥大！小明手机。王老板给的。啊，对，给的。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，因此淘汰了砖块的。二手货呀？是。那不值钱。我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？这玩意儿跟人一样，二手货相当于二婚。你没听人说吗？原配夫妻恩恩爱爱，一旦离婚马上歇菜。你纯属瞎扯，你要跟我离婚了，我再找一个，这属于二锅头，闷着更香。说啥呀，那烦人。走，回家。回家。把2000块钱拿来，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。啊，对，你听我说啊。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，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。真的？1辆车100，10辆车2000，20辆车2000块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挣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。太好了！哎呀，啊，那要误了火车呢，赶不上30晚上给我爹磕头了。你真笨，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。传呼我爹。号码。0457-512-1111。空了，付多少？119。呀，哎，你爹够火的，你爹。哎，哎，请呼119，回电0109088888。哎呀，这号码够牛的。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，天涯海角任我呼。快不？你爹。我接。接接接。爹。爹。咋没声呢？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，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、啊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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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啊！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？你爹像鸟叫，你快点，别让它飞了，你快点。爹，啊，爹，啊。哎，我叫爹，你总答应啥呀？我这跟你使劲儿呢。爹，哎，啥玩意儿？找王老板开啦？生意。哎呀，生意来了。喂喂，王老板跟我们说了，是这笔活交给我们、啊，我们正等着你呢。啊、什么？必须进口了？哎呀。有有有，我们这什么辣都有。你说啥呢？咱那有进口辣呀。先把它勾住，完了咱上街去买去。那就快跟他说。喂，有啊。啊啊什么？啊，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。哎呀，啥品牌？外国辣。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。糊墙了。快找。啊。喂，我们这辣太多，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验一下啊。坏了，老公。咋了？可能让我糊房顶了。你站起身来，你往上看看，往上看。哎呀，太高，我看不清。我给你取梯子去。回来。起啊，坐着。坐。起一下行不？哎呀，你客气啥？起。啊、媳妇儿一着急，丈夫就成驴。哎呀。啊。这小报内容够热闹的。哎呀，你别光看热闹，你快找辣。啊。嗯、哎，你。名人出书一塌糊涂。哎呀，不是这张。那你往前走。我往前走走。啊。科隆绵羊没爹没娘。又错了，那你往后走走。我往后走，往后走、啊。中国足球何日出头？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？你累傻小子了，你在这儿。腿长在你
身上，你走哪儿我念哪儿，这叫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行。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？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？我大过年的把猪球还整出来了，这不给咱添堵吗？我这一年看完甲 B 看甲 A， 最可气的世界杯，天天喊着能出现，到后来狗带饺子瞎胡雷。老公，啊，找到了！喂喂喂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你、哦、你，我们公司，我们公司各种车蜡，各种车蜡，具体品牌，具体品牌糊上了，糊上了，糊上了！我快跟他说。喂喂喂喂喂、哦，喂，什么？不在我们这擦了，我这就买的。喂，你跟他说我上天买的，我马上上天买的。你跟2000块钱，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。你看你看你看你，发那大火干啥呀？黄了拉倒啊、哦！咱这就回家。回家，把2000块钱拿来，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。你听我说，怎么的？现在差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啊！你想咱过年要不回家了，这能挣多少钱呢？过年不回家看爹了。哎呀，你等挣一笔大钱，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，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。说咋呢？不是，我来给你打个比。我爹是村长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。我爹就这觉悟啊！瞧一提钱，你那个样儿。你看看你看看你看，又急了又急了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。来呼你爹，呼你爹啊。对啊，呼那不好听，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，哪能呼你爹呢？来呼你爹行吗？跟你商量点事儿，万一电话呼通了，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，咱晚回去几天，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。晚回去可以，嗯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电话拨通之后，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。既然你对我这么铁，我给你爹磕出血。你爹。爹。我现在就磕。啊。哎，爹啊。我跟他说。啊，又错了。还跌呢，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。什么？给王老板送货？送什么货？年货。哎呦，我媳妇儿这是想啥来啥，来个送年货的。啥年货？别急别急，我先问一问。喂，过年了，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？哦，海洛因呐。听见没有？海洛因。海洛因。海洛因你。贩毒团伙，妮儿，赶紧回家躲躲去。躲啥呀？这玩意儿全球通，到哪儿都能把你逮着。那怎么办呢？赶紧给110报警。别急，我先把他稳住。啊。喂，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那儿接货？啊。什么？听差了，不是海洛因，那是什么因？铁观音，把你插哪儿去了你呀、啊？别管，铁观音是茶，我爹就爱喝的茶。喂，铁观音是茶，我爹最爱喝的茶。喂，让他赶快送来，就送来。关机了。我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，这个家是没法回了。站住！你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事？我看你不大对。我有啥不对的？你一会儿要回家，一会儿不回家，一会儿要开拉，一会儿大哥大，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，你到底要干啥？我干啥？我挣钱买年货，我干啥呀？我爹，你慢点，接可以，问清楚，别整个大哥大，逮谁都叫爹。你放心，问不清我绝不叫。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？喂，谁？说话。哎呀，你终于来电话了，爹呀、啊！爹，你听听，是爹吗？哎呀！真是爹，真是爹，快给爹磕头！你这什么咋磕呀？人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！你这磕他也看不着，这不白磕了吗？看不着，看不着，他能听见声啊？听声好办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喂，爹呀、啊，我们给你磕头了。爹呀、啊，你听见没有？
爹啊，这口渴得棒棒的。我这做个气氛，滚滚滚滚滚滚，跪下，滚滚滚，磕头，你说吉祥话。吉祥话我会说。爹呀，过年好啊！爹呀，千万要吃饱啊！爹呀，祝您老长寿啊！爹呀，过年多吃肉啊！爹呀，我们给您磕头了。爹呀，吃饺子要煮熟了。别听见，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吧？2000块钱我嫌便宜。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吧？我去买完大哥大汽车再开蜡，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。我不是诚心，我媳妇儿你别这样，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。此处无声胜有声。我错了，你花那么多钱买他干啥呀？这不要回家了吗？我心拿着他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？有这玩意儿就能长脸呢？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？在咱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？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让人高看一眼吗？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？你说啥呢？人活着就图个面子。老公啊，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，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，咱要那份虚荣干啥呀？我给王老板退回去。拉倒吧，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？那咋整啊？咱就拿这玩意儿当